你们今天需要比什么呢？我们会分成两个 team， 那我们这个是第一组 team， 我们要来看哪一个人喝的最快，每一组最快的那一个，最后我们会在双人 PK， 赢的可以获得多少奖品啊？多少？1000。哎，对，是1000元哦，什么事？尴尬，尴尬。最后还要这样吗？好，要。来，我们来询问，哎，参赛者的感想，来，哥哥，如何？不太会喝，但是我在喝汽水。真的，玉宇，你跟他讲，这一组是死亡 PK 组。我告诉你，我们要来让人家怎么看出来，我们是一只黑马，我一定是第一名。有点饱。你不会是饮料杀手？不要这样。我吃主是比较厉害。那谁会吃到最快哦？好，对啊，我看看小光举手。哇，恭喜！恭喜！开始喽！来来来，3、2、1，开始！第一个开瓶失利，小郭哥开瓶失利哦！哇，玉宇，玉宇很认真。哇，哥哥！你们还有体力？你们在一起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妹妹。我们现在第二名，看第二名会是谁？他喝完会有一点倒尿出来。第二名，哎，你不是黑马吗？你现在白马咯。来来，易云，哎，饮料杀手呢？饮料杀手不怎么样，哇，还没有咯。来，有有有有了，第二名，第二名咯。第三名会是谁呢？哥哥，你可以的啊，你的小哥哥，幸好你弱咯。你喝完了吗？一定要喝完哦！要喝完哦！我刚喝完很吐哦。好吧。来，最好完赛，来我们给十万！哎，这一组我们第一名，恭喜我们家了。第二名黑马，谢谢。来，好，第三名小郭哥，吐司比赛第一名的。第四名俊豪，第五名是在参加比赛。意外，易云蛮快的。好，来来来，我们第二组的参赛者，你们看完第一 round 有什么感觉呢？易云要自在，我要第一名，我也会第一名。不要最后一名就好，不要最后一名就好。我们的泰迪哥这么会烤肉的男人，肯定很会喝可乐吧？不会，我喝啤酒。Long time ago。哇哇，我们大姐厉害了，佳姐姐，我们的白马王子要进去救援。哇，好 man 啊！这么霸气的男人哪里找呢？林林，林林哇！经过这两轮的可乐 PK 赛，我们的两位冠军分别是我们妮妮姐，挥个手跟大家好，再来也是我们的冠军嘉龙哥 ，Hello， 来两位。要来准备挑战角逐最后的冠军，谁可以得到1000块呢？来，先给自己信心喊话。随意就好，随意随意，简单。只不过是这两场喝的比较快的人，我们之前不想再喝第二瓶了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等一下，来自己挑一瓶自己喜欢的，都一样。来，先开，阿嘉龙不要。好。
三二一就开始。话，我们都不讲话。好，不讲话。三二一，开始。下次一起喝可乐。